雅婷就要进入这个前哨站了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没有很久的时间，他算是非常快啊，他是从来参加到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打入前哨站，要进入这个魔王车轮站，算快，非常快。但也非常谢谢阿丁啊，因为他每一次从台东来啊，坐车4个小时，开车6个小时，对，曾经想要放弃，就觉得好辛苦，就觉得。可是我后来想一想，我不能放弃，因为我回头看看，我的努力只有我看得到。然后我也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能放弃，这个是我喜欢做的事。我一直鼓励我自己，然后也看看家里面的人啊，还有支持我的朋友，原住民嘛，原住民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给他到底就对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不管碰到什么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可以加油。因为他是在家里排行老二，老对不对？老二有个情节，就是什么事情就自己能解决，就不要麻烦人家的。我就觉得啊，现在又想回想到那个时候是其实我今天唱的这一首歌《一起问老北》是要献给我爸爸的。我这个日期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是在2009年11月5号11:35，爸爸就是公安意外。爸爸是做拆除的啊，那个房子都打地基都没有打很深，然后在以前的房子是没有钢筋的，所以那时候砖墙就倒了，对，就倒下来，然后爸爸也眼睁睁看着他的同事就是当场像就被压，然后就走了，当场就没有啦，对，然后有3个重伤。中午的时候妈妈打电话过来说爸爸受伤了，叫我去医院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爸爸的伤口是已经是见骨，然后医生告知我说要截小臂。我爸爸说我不能截肢，我的手还可以动，我看得出来他很努力的去动他的手指头，所以我告诉医生说赶快帮他清伤口，我要转院。去换了医院之后才把手保住了。从恢复室出来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跟我讲说，我大老远跑来他还是给我截肢。你说小臂还是没有，是手指头，手指头，对。然后爸爸又是右手吃饭，然后他又很不方便，他又很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爸爸都不太敢吃，因为他不敢让人家看到他的手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你要做到这样？你是一个很有责任、很勇敢的爸爸，为什么要做到好像这一受伤这件事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？伤口是你勇敢的勋章。爸，我们都爱你，我知道你很辛苦要养我们6个孩子，我们都记在心里，你很辛苦我们知道。可是我希望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把手藏起来，要告诉我是想告诉人家我爸爸是很勇敢的人，原住民就是要这样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所以希望雅婷希望今天这样讲完，也请爸爸来现场了，也希望爸爸能够知道，在儿女的心中，甚至于在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的心里面，都觉得那个伤不是残缺，那个伤其实是一种祝福，也是一种圆满的力量，这样子。所以希望爸爸能够不要在乎这个事情哈，那么勇敢的给你的孩子一些反馈，就是说啊，爸爸已经OK 了，这样子，对。那事实上我们在旁边讲很容易啦，对爸爸来讲一定也很困难，所以搞不好你要转一个念，在别人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手的时候就把手伸出来，嘿，你看过这种手吗？我告诉你它发生什么事情。也许我真的是开个玩笑，可是其实这是一个父亲的一个伟大，那么 那样的手把孩子拉拔长大，再苦这个爸爸都没有跑，还是那么的坚强，其实 是真的勇士。好，爸爸勇士，谢谢爸爸。我是你，我以后都会讲说这是跟山猪打架的结果。对，每次讲都不一样。我昨天被鲨鱼咬了，怎么样？对了，我们就让气氛好一点，因为他马上就要 在唱歌了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真的是对爸爸很佩服，很佩服呀。然后也希望你自己这一关也能过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已经到车轮站了，情绪这么满，你怎么唱？因为这首歌是要跟这件事和解，以后再讲他的时候至少我们不要这么难过了啊。对，是是是，是快乐的，因为事情过了也就过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鼓励我们的阿婷啊？好，
还有还有爸爸哈，爸爸怎么称呼啊？荣哥。荣哥，荣哥，光荣的荣，荣哥，荣哥，荣哥，哎，荣哥，荣哥，好，荣哥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这首歌献给荣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掌声欢迎。雅婷，雅婷，我刚刚在后台我就跟你说，你唱这首歌一定要 hold 住，但我觉得不错，你有 hold 住，啊，很好。然后你今天唱这个歌非常非常的诚恳，然后因为可能因为爸爸在哈，就难得看你唱歌这么的诚恳。啊，不是用真感情啊，我真的觉得今天表现。你看我被你吸引了，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笔记啊！对，我直接一直在听你唱歌，我觉得你今天唱的这个歌真的有唱到人家心里去了，我觉得很棒，有 hold 住，很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你会发现潇洒跟心软是一样的东西，就平常看你在讲那些笑话，讲人生的态度就是很潇洒。原来今天最不潇洒就是你啊！然后这个最不潇洒用这个方式来唱这首歌。而且还选在爸爸面前唱歌，真的是你真的是让我很紧张啊！就是这么多困难呢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真的是表现得很好，是第一次被你打动到也要掉眼泪啊！谢谢，谢谢老师。